潘宏翔在这两天前面两天的比赛啊，这个打击表现的也不错哦，但是守备部分呢有个抢球的问题。现在看到这个球，哦 ，fair ball 在界内，哇，现在要闯二垒，要闯二垒啊，赶快要传球，来不及了，哇哦，果然是啊，停不下来的快腿啊，潘宏翔敲出了一个左外野方向的二垒安打，直接攻占上得点圈，脚程真的快，所以如果守备的这一方有注意到的话，守备的位置还有球的处理要更快一点。我这个雷打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速度完全没有放下来，就是一直往二垒要冲。